动物的起源竟和霸王龙最接近。当今世上和霸王龙血缘关系最近的是哪一种动物？我儿子很喜欢恐龙。他有没有说他喜欢恐龙的什么？他很喜欢霸王龙，他觉得霸王龙那样吼叫的时候很 powerful， 所以他三不五时他就会啦啦啦。难怪你今天在这里。被恐龙咬到了，他就是被巷子口的狗咬到了，完全被咬到。今晚九点，东森综合台全民新攻略。